下这个是辣辣的，辣辣的，一个不辣尝出来的料子。但是这料子做界面有点干，啊，做界面有点干，只能做挂件啊。这不辣了，这个5000万。叫价5000万，做戒指也够不够大？总一般啊，总一般啊，所以这种呢就不上不下了，不上不下，不上不下的料子啊，就挂了。这个摩西沙漂亮，黑皮的摩西沙。摩西沙它多少里面会化一点棉啊，除非是那种多沙料，知道吧？多少你看它都是会有一点点棉的，看得清吗？啊，因为它的冰感够强，所以一点点棉的话它就很明显啊。这个料子冰够冰啊，这个不便宜啊，这个是个盖子啊。这个不拉了，这个啊，这个也叫价5000万。也是有白雾，看到没有？所谓的白雾底下去搞货啊，我们已经看了好多了，这种，对吧？也是有白雾，漂亮啊！只能打平安扣啊，做牌子，带一点点绿底啊，叫价5000万。那贝塔有没有开过价？开过2000万了，开过2200万，嗯，6万多，人民币6万多啊。这个料子怎么说呢？如果说，大一点点的平安扣啊，像这种的话，在国内，啊，估摸着也要这个2万左右啊，一个平安扣啊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。但是它这里有裂嘛，就是说大的平安扣不一定好出啊，所以它画的是小的，小的平安扣肯定就没那么价值高了啊。总体算下来的话，如果2200万的话，对吧？啊，还是可以入手啊。就是说赚的可能会没那么多，赚的可能没那么多。漂亮啊，漂亮！如果这个带色的这个能打大一点的话，这个估计得3-4万一个的啊，3-4万一个，因为它的已经到冰种了，已经是到冰种了。像这种平面光的话，给它做成那种弧面的一个成品的话，它的光泽都会更强一些，光泽都会更强一些。这个也是漂亮的，1000万进金嘛，不行啊，啊挂了，真的给我2200万。对，因为有时候你不知道他这个说了给他2200万，他是真的是假的，对吧？我们有时候还是要去试探一下。很多朋友就是说，人家说了1000万，你怎么给500万啊？是不是人家要打你？啊，实际上也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试一下啊，试一下看。漂亮的料子啊，漂亮的料子，那料子漂亮。啊，做挂件漂亮。啊，这个白皮的摩西沙啊，这个料子它细啊。看这个皮还是是粗的，对吧？所以有时候翡翠的话，那料子真的不好说，皮粗粗的，对不对？看起来还肿，还是一般，但是也没有什么油性啊。但是你看它切开里面，切开里面的话，它已经化底了。这种就是啊，说的不好听，就是赌场啊，对吧？啊，这个是不拉脸，对吧？300万，叫价300万啊。刚才好像说。那贝塔就七柯林，柯林灯开个多少？不拉贝塔，啊，70万开过了，70万开过了，他意思就是要100万，啊，要100万，100人民币的话可能在3500这样，底子很细啊，放一点蓝底啊，七挂件的话可能切一片两。观音什么的可以做啊。
阿登奥不行啊，啊，嗯，你登嘛，四十万嘛，啊，阿登都秒我，啊，五十万都不行啊，这料子感觉还行啊，料子感觉还行。啊，就敌后嘛，敌后当然有这么大够了呀，对吧？有这么大是够了。颜色也是稍微偏灰啊，没像这种好看。但是这种颜色，说实话，那个价格就不得了了。这个颜色好看，清爽一些。那个它的颜色会深沉一点。啊，这个不拿来了，这个。啊，这个你看它也是300万啊，小好多了。小好多了，啊，这也是有白雾啊，有白雾。这后面有点变肿啊。啊，现在的曼德勒啊，来了好多的中国的商家，啊，最近的话，说实话，就是料子特别少啊，所以料子的价格一直在涨。很多朋友就是说，看了这边的料子的价格哈，可能就觉得。好像也不便宜啊，实际上好一点的料子啊，它在哪个地方都是稀缺的，所以它不会便宜啊。你要是能够正价能买到你喜欢的料子，这已经是不错了啊。大家也可以看得到，其实我来了差不多快20天了啊，也没有看到几个特别中意的料子，因为市面上面大部分呢就是说普通的料子居多，所以你能够找到一件自己喜欢的心爱的东西啊，能够以正价把它买下来，就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了。毕竟来说，翡翠啊，它是天然的，不是说你想要哪一种，它就市场上就有哪一种啊。有时候所以说，大部分的商家其实在这里呢，也是在等这个运气啊，说不定哪一天它就出现一个好一点的石头啊，你喜欢的，对不对？哎，这样子的话就结缘了啊，就是缘分了。现在的话，曼德勒这边的情况呢，就是料子少。啊，商家多，普通的货太多了。普通的货在这边呢，相对来说会便宜一些，因为在缅甸的话，它的做工也会便宜。像磨和界面的话，可能只要几块钱一颗，七八块钱一颗。在国内的话，就得30块钱一颗，就手工费啊。像做这个平安扣也是啊，在缅甸这边做平安扣，可能只要10块钱，在国内的话至少也得50左右啊。所以的话呢。普通的货在缅甸的话，它是有优势的啊，价格方面是有优势的，因为它的手工艺啊也便宜，对不对？料子也多，普通的料子很多很多的啊。那我们在这边的话，主要还是找一些有质量的、有一点特色的料。